分大猫跟小猫，对不对？大猫就是指什么狮子啊、老虎啊这样猫科的。哎，而且这件跟你今天这样子穿也搭得起来，对，所以下次我这样穿，王宝就可以穿这个。吃的超夸张的，吃的超夸张，这完全不在我的预期。妹妹吃什么奶嘴，她就会抢过来吃她妹妹的奶嘴。然后妹妹在喝奶，她就把妹妹的奶瓶抢过来喝妹妹的奶瓶。然后其实一开始他就是已经不喝母奶了嘛，但因为看妹妹现在在喝，然后他也会抢过来要喝，他甚至有时候我在挤奶，他会冲过来要来咬我的那个，对对，我就有点害怕，所以 no 在挤奶奶这样，就会很害怕，因为他现在就有一种很强烈的占有欲，就是谁抱妹妹，他就会冲过去，就会把妹妹就是顺势这样推开，都会凌晨他都会跑过来要找我，然后就变成说我右边一个妹妹，左边一个老大。然后就是卡在中，然后这边哭完，这边就两边就一直哭，崩溃。对啊，所以每一天都是，就是有时大的哭完变小的哭，小的变超级小的哭完哭了之后，他再哭我也要哭，然后大的也哭，然后就整个家都是此起彼落的哭闹声啊！不要！我觉得女儿就已经疯成这样，我没办法想象儿子会变怎么样。对，而且其实说真的，夫家没有给我这方面的压力，他们就是都觉得很好。所以而且我这样生完，我觉得差不多，我想要当个时尚妈妈了。对，就我可以让他们慢慢抚养长大，然后他们可以自己玩，我就可以做我的事情。对对，所以没有，真的不可能再有第三胎。真的，如果一旦有第三胎，那绝对是个意外，绝对不是在预料范围之内。别！好像被碰到就会怀孕。没有啦，没有那么厉害，只是停奶完有月经，在第二个月就怀孕。可是我们那就是碰了。没有没有，那是我们在预期当中，计划当中怀孕。对对对，结扎啊，就我有稍微说，好像很多身边的朋友男生都结扎，那你要不要以后就也结扎一下？他说不用，就是对他会怕，他会害怕，因为他蛮怕这种侵入性的，或是血啊。他会怕这种，他有心理的阴影。我就跟他说，那你要不要进来产房或什么，我随便问问啦，我想要聊天嘛。他说不要，然后太可怕的经验他不要。对啊，所以他对想象到有可能血啊，或者是小朋友可能就是尿尿大便，他都会恐惧的。他不会帮忙。真的，除非是真的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他来帮忙，不然的话，因为他有洁癖，所以他比较爱干净，所以就是对，应该所以再回归到结扎啦，他就应该不太可能。